对了，师傅在这里烧过香吗？没烧过，我是将，走过鲜血白骨，不该去打扰佛祖的清净。可师傅守护过的人更多。没关系，从今往后我替师傅和师兄师姐们烧香。走，我们去把你少年时的香补上。回来。你知道怎么去吗？藩王入京了。藩王？你怎晓得是藩王？看这气度必是王侯，中州城中若有这等人早传遍了，又怎么会没见过呢？那这藩王在外边等着，想必这王妃正在里面上香了吧。我替你把十三岁之前的香烧完了，下次我们来再把之后的补上，一次不能烧太多，不然显得太偷懒了。好。天还大亮，我们要去哪儿？我们要回去了吗？